来自南投县国中小100个万杯天才，今仔日早起伫家长甲老师的陪同之下，特别来甲空手国小接受冠军的表扬，由副馆长陈正生来主持颁奖，也鼓励每一位得奖的同学，因伫语文、品德甲体育等方面正好的表现，今年努力精神也正值得大家肯定甲学习。南投县政府今日透早特别伫坑秀国小隆重举办学生的表扬活动，邀请到县内各国中、国小200位特殊教育学生到场同乐，并且颁奖予其中100位伫品德、体育等方面表现优秀的学生，希望能做出肯定因的努力，并鼓励这些学生会当继续有信心的向前行。那我们从学生所获得奖项哈，他们不止在优良品德以及后世的才能部分都有相当优异的表现，而且参加全国的一个体育活动以及县内的竞赛还有阅读都获得非常好的成绩，所以今天颁了100位同学的奖项，其实虽然他们没有得到总统教育奖，不过我们称呼为县长教育奖，也显示这项奖项是受到县长肯定。这个活动更特别结合麦当劳以及苹果儿童剧团等单位来赞助表演，希望能做出去社会各界来共同做爱心关怀绿色，每当对漫飞天使有更多的重视，让他们快乐健康的成长。我们林县长特别要求的对特殊教育学生应该有更多的一个发展空间以及鼓励性的一个活动，所以今天的活动也特别邀请了麦当劳厨师以及我们苹果剧团来做演出，来吸引同学的注意力，也让他们在正常情况之下也能从中来学习。漫飞天使虽然先天学习的速度比较较慢，不过在学校以及家长的陪伴之下，让他们透过不断努力学习，在县内甚至是国内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实在是相当值得大家肯定。记者刘双，长报道。